这里是地质的，咱组组有就是咱，地组组不能是地质上找了，地找了嘛算，地找了嘛算那体验没有，体验没有嘛，现在地军在点呢，但地高的也不是多少，现在，各地里啊，他做的可是说是呢，他其他的，其实不多困难，是我们这里没大把人，有些做是难的蛮多。 现在地军在点呢，土了可对呢，就搞出来，打龙没不什么了，但是，打，打电龙要买的，打土鸡要买的什么了，这些这个别，搞出来土别土鸡，这缺主要了，土鸡差不多，缺主要了别，就搞出来，但是，当然了，主要是呢，就台湾有点硬。 这些个打干啥了？不吃的，好嘞。现在地军在点，但这些用过啊，都开始吃不着了。但做的吃完米大为主，吃完米大为主了，出门了点些呢，俺他就我那是俺什么了，西酒一般他吃啥都是。俺就米子拿了了呀，他缺点的，你就是啥要嘛的。你就忙不起，就开始嘞，搞。 他说的这，人家用过人，人家用过马来西亚，就他就不点点，就他觉得搞了好不许多。那因为呢，他觉得不结果的可能是啥呢？起居的他缺啥了？或因为你们的起居因嘛，他缺啥了？他这里啊，俺就杨哥的，就他缺因起居因的，闽南是这个杨哥什么东哥嘛呢？他起居因嘛，他缺。 但等你，他那些可对西格有没得，他管；可对西格有没得，他管了的，俺就养起，第一次就确实就是说起。啊，但你对两个的家人，你那地方两个的家人，你那地方都两个现在家人，第一次就说不到那算了吧？对，确实那算了嘛那是。可对西格有哈过嘛那是。他话呢，这个地方来说呢？ 七月的年糕，年糕的时候，七月用啊，年糕的时候，还过呢。他没用呀，我过去，是吧？那时候的没用呀，我过可结不能行，我过去呢，等你把这西格买了，什么时候成个了吧？你呢，到底干了好些了？你西格买了啥？这个要买了，刚刚六七月坚强着了，你就刚刚六七月坚强着了。 现在你去个马的，叫人你前年年糕要买的，你早晚年的去个马的这些，现在搞了好些了。上次说说嘛，真的，张伯三年啊，心中跟着忙过许多。啊，然后的，张伯三年的，啊，就培育了嘛些，张伯的说，张伯干不过人干的，听到了了，吃的是他刚刚没弄了些，张伯干不过人干不过人干的，上次的啥子嘛些呢？ 这张把顶的人干的，俺开始顶的稀里糊涂的，是的是。这张七月间满大雪，顺便间就是七月间吃用就是，七月间的了，但我过去也长的满大雪，你吃用的你间前的新个人，你个间前的新个买的是还没的，俺从我老个这七月间吃住月饼，但我过去。 没了。我到的那个去，我没得吧？这个工作学问能行的，哦，这个挺大的，上班当时干嘛？人家给我们讲的。 大姐呢？然后大姐，第一节能不能忙点？大姐，能不能忙点去？对吗？你去，数数去。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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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生命点是新店大明讲堂举办传授简易八关斋戒，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点千灯，供千水，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湛立法师主法。日期1月21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地点新店大明讲堂，地址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54巷28号3楼，联络电话02-2917-8855 02-2917-8855，上午7点半至8点半于松山新店线捷运7张站1号出口备有接驳车，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生命殿是基隆法源寺举办药师祈福消灾超度祖先亡灵法会，恭请湛勇法师主法。日期1月28号星期日至2月3号星期六共7天。1月28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八关斋戒，恭送药师经祭食供养，下午礼拜药师宝忏持咒祭点108盏龙柱灯。1月29号星期一及1月30号星期二下午1点半恭送药师经，礼拜药师七佛名号及本大愿功德，祭持药师咒。1月31号星期三上午9点年度圆灯，恭送药师经，佛前大供，食供养，护生，拜愿持咒，点千灯，供千水，烟供，药供及甘露施食。2月1号星期四及2月2号星期五下午1点半恭送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礼拜药师七佛名号及本大愿功德，持药师灌顶真言108遍。2月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于新店大明讲堂传八关斋戒，恭送药师经，下午礼拜药师宝忏，祭持药师灌顶真言108遍。地点基隆法源寺，地址基隆市七堵区东兴街65巷48号，联络电话02-2456-2057 02-2456-2057。法会期间于法源寺点108盏龙柱灯，每天点5000灯，供5000水，护生，药供，烟供及甘露施食。法会备有免费的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暖心关怀永远不嫌多，为发扬佛陀正法及慈悲的精神，
并与十方众生广结善缘，海涛法师慈悲置业燃灯功德会日前协同生命电视嘉义讲堂与台南中心义工，造访了原民气息浓厚的高雄偏乡桃园区，举办免费素食爱心便当发放活动。来到社区活动中心内，老菩萨们看到生命菩萨们，个个笑容洋溢。湛石法师借此机会为大众传达佛教的理念，殷殷的慈语在每个人心中种下菩提善根。义工们也以热情的舞蹈搭配悠扬轻快的佛曲，带领着老菩萨们舞动身体，放松身心，舒展筋骨，展现出银发族们的健康活力。中午时刻，爱心物资陆续抵达，志工们顶着大太阳，挥着汗水，将一箱箱的重物依序搬下车，包括米、油、棉被、爱心便当等物资，一一发放给弱势民众领取。尤其美味可口的素食佳肴最抢手，油嫩的色泽与扑鼻的香味，令人感受到义工们满满的爱心。大快朵颐之后，众人也对素食料理打了极高的分数。阿弥陀佛，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上个月前台南道场有发动哈，来救济一些物资，就是一些柴米油盐。然后，当地的联络人哦，他们觉得说，这一次他们打电话来联络说，他们山区是比较偏冷哦，啊，冬天到了，很多人棉被都不够，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发动，想说买一些棉被来跟他们结缘。这个缘起是这样，然后啊，因为我刚好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除了送棉被之外，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推，今年推很多的老人共识哈，那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社区有没有做这样的活动。啊，他们也有每天都有做老人共识，所以我就想说，那顺便我们嘉义讲堂也来这边煮一餐素食的，来响应他们一下这样子啊，他们也非常欢喜的接受说来吃一餐素食，所以就来了。下午时分，湛石法师领着义工们前往桃园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见山教会，继续发送爱心物资。尤其当日湛石法师口中说出平安快乐时，有如定心丸一般，令人深感心灵上一股平静。随后大家驱车前往六龟区脑龙村，将物资一一发送到每个弱势族群家中，而在期间也为一位久病在床的病患持咒祈福，愿成佛此力罪障消除。最后法师引领众人修持烟供仪轨，借着诸佛的加倍，缕缕青烟化为无尽的甘露及琼浆，流向四方，济度饥苦的众生，也愿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长者们在佛陀慈悲庇护下拥有更多欢笑，让社会洋溢更多慈悲与温馨。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生死相依，这句话一直是形容人类的爱情。但是在动物界里也有很多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故事。这天气真是太热了，简直都快把人烤焦了。是啊，天气预报说今天气温达到40度，这么热的天谁受得了啊？你看，今天连鸟都懒得飞了。嘿，麻雀，你看那只麻雀，竟然在这么热的天还敢从树丛里飞出来，它就不怕被烤焦了吗？是啊，在这种闷热的天气里飞翔，他就不怕中暑吗？今天天气太热了，不要再出去找了。正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我才要出去给你找水喝呀。你最近身体很虚弱，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可就糟糕了。那让我和你一起出去找吧。不行，外面的温度太高了，你出去会中暑的。你听我的，老老实实的在这里等我好了，我找到水后再带着你去。
好热，我感觉身上的羽毛都快烧焦了。那只寻找水源的麻雀最终在一家餐厅的屋檐下发现了一个水槽，里面装满了水，它兴奋异常，自己顾不上喝一口，便飞回去通知自己的同伴。我找到水了，我找到水了，你快跟我来。你在高温下飞了那么久，还是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去吧。我没事的，我们快去吧，万一去晚了，那些水没有了，那该怎么办啊？好吧，那我们快走。哎呀，好热啊，今天的温度怎么这么高？是啊，今天的温度是有点热，你在我身下飞吧，那样我可以为你遮挡一些阳光。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竟然在这种天气里到处为我找水，真是太谢谢你了。你不要跟我客气了，谁叫我俩是最好的朋友呢。然而那只麻雀在高温的天气里飞得实在太久了，它又热又累，等到他将同伴带到水源处后，终于支撑不住了。赶快喝水吧。啊，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啊。哎，你快看，那只麻雀在做什么啊？地上的那只麻雀又是怎么回事？他不会是死掉了吧？麻雀生性是胆小的，一旦有人靠近就会立刻飞走。然而这只麻雀为了救醒自己的同伴，哪怕人类距离自己非常近了，也没有逃走。它坚持不懈地在同伴身边拍打着翅膀，像是在为他做急救一般。你快醒醒啊，太好了，你醒了，我们一起去喝水吧。啊，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躺在地上的那只麻雀不会是中暑了吧？没错，一定是这样的，这只麻雀中暑晕倒在了这里，而它的同伴却锲而不舍地一直将他救醒，真是了不起呀。你不要飞那么高，到我身下来，让我来为你遮挡太阳。不，你太累了，现在开始就换由我来照顾你吧。如果说这两只麻雀诉说的是动物之间的友情，那接下来的这对斑马夫妇告诉我们的则是动物之间的爱情。老公，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宝贝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出来了。太棒了，我相信我们的宝贝一定会像你一样漂亮。我希望他像你一样强壮。哎呀，不好了，我们的孩子好像要出来了。啊，怎么这么快？小家伙可真是个急性子呀。好痛，哎呀，痛死我了。亲爱的，怎么了？加油啊，生下来就好了。我生不下来啊，小家伙好像出不来了。哎呀，痛死我了，好痛啊。亲爱的，加油啊，你一定能行的，加油啊。然而这匹母斑马遭遇到了难产，它肚子里的小斑马生不下来，剧烈的疼痛让它一下子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亲爱的，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啊，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
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你可把我吓坏了。孩子，我们的孩子还没完全出来，我们要帮帮他，否则他会死掉的。老婆，我们的孩子已经露出了一条腿，你再加把劲儿。我实在没有力气了。亲爱的，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俩就一起来使劲吧。快，使劲用力点儿。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样？难道他没命了吗？不会的，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事的。孩子，你一定要醒过来啊，一定要醒过来。张开眼睛了，他张开眼睛了，我们的宝贝终于张开眼睛了。没错，他终于醒过来了，你看他像你一样的漂亮。友情、爱情和亲情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尤其是亲情中的母子情最是令人感叹。而下面这对动物母子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与人类没有任何区别。宝贝，你一定要小心点，路上的这些车可是非常危险的，若是被撞到了可是会重伤的。妈妈，我知道了，我们快走吧，你看公路那边的草又嫩又绿，一定非常好吃。宝贝，小心车。喂，快闪开。哎呀，啊，妈妈，妈妈，你怎么样了？没事，宝贝，妈妈没事。妈妈，你的腿受伤了，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呢？这只母羊伤得不轻啊，你看它的腿都断成什么样子了。是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公路上来了呢？它这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为了孩子它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哎呀，这只小羊这是要做什么呀？我想它是在向我们寻求帮助，希望我们能够救救它的妈妈。啊，天啊，这对羊母子之间的情感简直和我们人类一样啊。母子连心这句话不单适用于我们人类，对于动物来说啊也是一样的。嗯，我们来帮帮他们吧。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相信大家看完这些故事后会对这句话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吧。听经文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
大家阿弥陀佛，好，那各位手上有一本菩提心经典法要，那我想借这个机会，那大家来念一下读诵大乘，能够了解大乘佛教。那我现在要带各位读诵的是特别在各位了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文殊菩萨那告诉善财童子乃是众修行人发菩提心的重要。那我想我们学佛就是希望成佛，那成佛还不是目标，度众生才是目标了啊。那所以那如何能够赶快能够成佛度众生，所以文殊菩萨就告诉了十种重要的方法啊，当然这里面有四个字很重要，念一下：心无疲厌，就是不疲劳、不退转啊。这个是大乘的重点，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不退追求成佛的方法，不退转。虽然环境，特别各位身在五浊恶世啊。那我们很容易有种种的境界考验障碍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要成佛呢，障碍更大了啊，所以魔的障碍、世间的障碍，那不容易啊。
而且你发菩提心是一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因为这个世界，老实说，这个物以稀为贵啊，所以《法华经》特别给我们交代说，如果你要发菩提心，你一定要享受孤独，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而已啊。甚至佛陀说，一条路不要两个人走。所以发菩提心的人要耐得起孤独，而且永不退转。那什么才叫发菩提心呢？那我想大乘经典都在给我们解释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各位就不需要我解释了。不过我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能够去做比较重要。当然看大乘经典，有人跟我说有一些字看不懂，没关系，暂时跳过去，懂得先做啊。但是看经典有一个重要，来，经名为戒，经典每一个字都是我们修行的戒律，要去实践啊，这样来看才有意义啊啊，而不是说光研究光讨论。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的就是要去实践的啊，那这样呢就有意义了。所以文殊菩萨告所有出家人说，出家人，因为以前的出家人在佛陀时代，那大部分都是为了解脱而修行的，脱离生死，所以佛陀就希望他们回小向大。那文殊菩萨早就成佛了，然后示现成为菩萨，那就是希望能够引导这些能够出家的，也进一步发起为利众生的菩提心，念一下不断佛种，让佛陀有儿子就对了，让佛陀的事业有人继承了。那继承佛陀的事业是不分在家出家的，就像刚刚我教各位施食，每次都教各位施食，不分在家出家的啊，不分初学佛未学佛都一样的啊，能够去利益众生的各种方法。那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推广施食呢？因为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啊，因为你要天天去慈悲不容易啊，但是随时时时刻刻都不忘了众生苦。当然不是针对鬼道啊，只要升起悲心就重要了，这样来修行更好。所以刚刚我们上供又下施哦，现在这个时候也进入真正的布施，念一下法布施、无畏施啊，所以啊要念大乘经典给他们听啊，思维大乘佛法，最后还要回向给他们都离苦。所以能够成就这十种趣。去就是走向啊，要到达。所以大乘佛法则能速入如来之地，很快成佛，好不好啊？快一点快一点，各位移民到美国就是要快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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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如来的境界，况菩萨地，何况菩萨的境界呢啊，菩萨初地二地到菩萨的境界。所以哪十条呢？第一个，积极一切善根，心无疲倦，好不好？你要当作戒律哦。我问好不好，就是戒律哦。啊，各位要累积各种的善根功德，就是无贪嗔痴的去供花、供水果，去帮助别人，去造佛像，好不好啊？啊，样样都要做，千万不要挑剔。有些人说我只喜欢做这个，那个我不做，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要成佛要善根圆满，念一下万德庄严，万行无亏，只要是符合悲心的，符合空性的，各种你都要去做，不要看不起啊。所以我师父常给我交代，他说你们男众出家人最懒了，每次供花供果都叫女众去做，下回功德都他们的你们都没功德，要自己去做，供花供果供香拜佛，难道女人替你拜佛啊？啊，要自己去拜。所以男人不要光一直缠呐，啊，要就是做啊。所以男人要学女人，对不对？啊，你女人这样愿意做，女人要学男人冷静、理智啊，这叫互相学习。所以各位要积极各种善根，就像一个老板，从扫厕所，我那一天去波士顿吧。一间素食餐厅，那个老板娘
讲说他如何做老板的故事，他被列为第七500餐厅里面的第七名。哇，煮得好，素食能够煮到这样不容易了。原来他从扫厕所啊，什么买花买菜都他一个人了，他才会这么成功，很难。这个叫亲近善知识，又热忱。师傅，你们明天无论如何要来，再来，我们都没时间，要赶去机场，真想再去哦。好吃，好吃，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都有他的特性的。亲自下厨房，他一个人在厨房，爸爸，原来都他一个人煮的，都他一个人煮的，煮到全部客人都下去了，他才出来见我们了。师傅，不好意思的，我在厨房啊。所以什么都要学啊，所以各位要积极一切善根，擦桌子、擦地板、排蒲团、供花、供果、利益众生，什么都做啊，这个都是成佛的资粮啊。要心无疲厌，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做过了，你讲简单的动作，重复做，这样就好。重点是动机，千万不要说我喜欢读经就好了，我喜欢做那句话，那你就可怜了，罗汉脱光波，有智慧没福报，那不行。那菩萨一定要修福报，菩萨修福报都不是为自己，来回向众生，对，都是为了众生。对不对？就像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上供下施，好不好啊？上供诸佛，下施六道，每天都要做。第二，见一切佛，诚实供养，心无疲厌，所以各位每一个佛都要念，都要拜，都要供养，好不好啊？哪里有善知识都要去供养。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家只有一尊，其他我都不拜，因为我一心念佛求往生。这是没错，但是方法错。佛佛平等，你千万不要说我只拜一尊，其他我不拜，太可惜了。所以我这样跑一圈，回台湾两天，我要去泰国，泰国有很多善知识，然后再去缅甸，然后再去新加坡，再回去几天又到印度。印度也有很多善知识，也有很多可以利益的方法。所以这个世间有很多佛来实现，所以要去供养诚实，见一切佛诚实供养，心无疲厌，千万不要懒得拜佛，好不好啊？有些人家里佛像拜久了累了，不想拜了，对不对？我师父以前常讲，你看那些老出家人，他经过大殿就走了，那我们的新出家呢，天天拜啊。你要把佛当真的，拜完以后擦桌子、擦椅子、供养，你要每天做。这一点我希望特别各位喜欢点灯啊，点灯你要多问一下藏传那个上师，他们那个点灯的那种威仪戒律，那个灯杯要洗多干净啊，要念什么，这些我们要学。千万你不要说那是藏传佛教，我才不学，那你骂了佛陀嘞啊。因为佛法没有分的，各国家、各民族、各文化有它修行的特点，我们都要去学，所以要这样见一切佛，诚实供养，心无疲厌。你供养佛，佛欢喜，你才可以得到佛的加持，最大的功德。如果你可以把喜成长老当作纽约佛，那你就成佛了。重点是你的心态啊，对不对？你的心态。你要用这种心态去供养，然后呢，家里有佛像最好了，然后每天供养。第三，求一切佛法，心无疲厌，千万不要以少知足，我这辈子就读一部经就好，其他我不看。你不想成佛啊？你好可怜啊！所以各位呢，佛讲每一部经典，不分什么经文，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看完所有巴利文翻成中文，然后呢藏传佛教翻译。